天我要在你们当中选出最有能力的人，升级好六门。为了更好的考验你们，我安排了两个我的亲信隐藏在你们其中。我不是卧底，我不是卧底，我不是卧底。那大哥一定是卧底。大家好，我是人生如戏，戏如卧底的。什么？他已经暴露了？你怎么暴露了？隐藏身份，他们各出绝招。有这样的，我觉得比比有问题。你必须解释一下你这样做的理由。就是，就是他。这是卧底的声音啊！是人生如戏，还是全靠演技？为什么俊臣这么年轻力壮，却能够沦于最后？而且此时此刻，耳朵已经红了。天哪！卧底，卧底，他又开始红了。关俊臣没有很完整的到达位置，他的鞋没在。你还说你不是卧底？我这边有卧底，但你不确认是谁。答题小心机，他们百般努力。请说出三个陈伟霆合作过的三字女艺人。赵丽颖。来，下一题。人世间红楼梦还有一个红楼。这两个人拿来干嘛？脑袋里面是空的吗？这两个人。一哥，你那红楼梦声音太大了，你有什么资格怀疑我们是卧底？说的也有道理。好，伟霆哥选择你过去一下。我大哥啊，你真行啊，你想跟我走。哎，等一下，这就精彩了，人均一对一个卧底啊。好六门经营权，最终花落谁家？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嘲笑谁是美阳痿，没了心如何相配，盼铃声清脆，帷幕间灯火幽微，我和你最天生一对。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个我，我永远为你祝福，愿你快活。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看不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好六街。这里不是老九门，也不是百乐门，这里是好六门。好六门，我是马栏山的何老板，大家好。哎呀，何老板好。何老板好。
我应该怎么介绍是陈老板？陈老板，你哦，我是陈伟霆，是雷霆战队的。今天我要带一个队，必须会躺赢。他是陈伟霆，他一定要躺赢。OK， 好，接下来欢迎我们的 BB。大家好，我是。大家好，我是。请问一下，昨天晚上干嘛去了？是麦的问题。宝娟，宝娟，我的嗓子，我的嗓子。比比昨天来彩排的时候都是好的嗓子，对对，昨天。然后我很心疼他，问他是不是什么太累了，或者是感冒了，或者结果比比给了我一个理由，我真的心疼不起来，我上火了。龙立宇，期待期待期待哦！好，下面欢迎我们的俊臣。我是干活不迷糊的郭师傅啊！我是今天你看我这身装扮，就是拉黄包车的，对，拉黄包车的，就是贼吃力的那一种的，就是一下拉十车。感觉场上每一个人都是他曾经的客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比他华丽。哎，各位老板们，你们好，请多关注生意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田，是想做大哥的百变小甜心。我们欢迎大哥今天又扮回了这个并不是海棠红的角色，对不对？对对对，陈仁香的造型。大家好，我是人生如戏，戏如卧底的弹唱戏。完了，什么？漏了。我们听到了关键词。你怎么暴露了？大家都戴有色眼镜看我，没办法，是不是？其实看到老秦秦的装扮，我也非常亲切。对对对，这一身是扬名立万里大海的造型。哦，亲切亲切。好的，今天大家相聚在这里呢，是为了我们好六门的金银权仪式而来。今天就是认证我们好六门核心团队的大日子。嗯。那么我们的会长呢，今天有话要说。还真的有会长这个人、啊。对。弟弟、啊，原来是王鹤棣。王鹤棣呀、啊！哎呦、大家好，没想到吧？我就是好六成商会的会长王慧。这种小场面我业务繁忙，就不亲自来了啊。今天我要在你们当中选出最有能力的人，升级好六门，做出一番大事。在你们当中，我已经确定了三位队长，他们将带领三个队伍进行比拼。在激烈的商战中，唯有看自己，唯有知人善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考验队长们的识人辨人能力。为了更好的考验你们，我安排了两个我的亲信隐藏在你们其中。他们会混淆视听，扰乱局势，妨碍队长获得线索。队长需要赢得比赛，才能赢得换人的权利。如果你的队伍没有我的亲信，那么恭喜你将成为好六门的核心团员。各位加油吧，让我们一起把好六门这块蛋糕做大做强。这话怎么耳熟啊？好耳熟。与大家共创好六门的未来。好。那我要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三位队长分别是我们的何老板，嚯，还有我们的陈老板，嚯哇嚯，还有我们的大海老板，大海老板，大海老板，大海老板。不愧是王鹤棣选出来，王慧好啊。因为亲信这种任务他实在当不了。因为不能让大哥当队长，因为队长是不是一定不会是亲信？对，队长一定不是他的亲信。哦，我知道了，因为大哥要当卧底，所以我只能当队长。OK OK。我觉得王慧这招使得挺坏的，真的。为什么突然把我换成了那个卧？对，大哥那个卧底的卧在嘴里了。为什么让老秦当这个队长？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样大家都在觉得会觉得我是卧底啊。大哥，我建议你不要从现在开始瞄。我这个时候只想说，你的另外一位同伴加油，他已经暴露了。真的吗？不会吧。
这样，那就反正我觉得现在三个队长就首先是不是要选人，对不对？是的。那我先预定一下比比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好六门精彩的歌曲肯定是很重要的，对不对？确定吗？确定。今天好像不太行。今天是没办法了。那我们明天再说吧。我在这里轻踩一下比比，我觉得比比今天的嗓子的这个沙哑给他提供了一个天然的保护色。昨天晚上没睡好，因为这个身份。我轻踩一下比比，另外我再踩一下俊辰，因为上一次就是这一组的搭档。对，因为我们节目常常是让谁在哪里跌倒了，就让谁在那再躺一会儿。对，而且此时此刻耳朵已经红了，是不是？好红，哇，你耳朵太红了，有点。我的天哪，太红了，我的天哪。不用，上次我们卧底当的挺好的，上次真的吗？他这个鬓边比海棠红还要红。你看，鬓边比海鬓边比海棠红还要红。这就破案了吗？轻彩啊，那我们就开始选择好不好？用什么样的方式呢？这个我来告诉大家，三名队长呢会依次上场，然后坐在固定的位置，其他人呢就会坐在一个滑轮车上，想要与该队长组队的人呢就要竞跑并成一排回答队长的问题。你干啥来了？三轮选择结束之后呢，队长会用题板写下两名心仪的队员。没问题，那我们就开始组队吧。来吧。哇，快卧底就等你了。我去接收了一下那个信息任务，单独拍了个小片哈。对，我去接收了一点任务。怎么不分开？这不能分开做，是不是一定要做到一起？不分开，我们永远都不分开。而且微微有一种嫌弃你们的感觉，还故意把这个你看划清界限，已经明牌了。好，那我们开始好不好？好，那请我们三位队长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这个选人的宣言。那我先来吧，好不好？好。说实话，老秦，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他。但是他赢的可能性不大。那我和伟霆之间的竞争呢，我是这么想的，我呢个人计划是，你如果是好人，你要争取我跟着我走，我们就这么干净到最后。 OK 同时大家注意一下，不敢在我这排队的人就是我有疑虑，就是大哥。来，海队，海队的想法很简单，我来我这个队伍你玩的就很开心。开心，因为他不在乎输赢，对，整个精力会很跌宕。对，你就开心就好。哎，你要是到他那队，可能永远不会被换走。不会的，因为对他，你就不要来我这队就行。你看，我点名不要大哥。就是我就是这个想法，你就。就连玩的开心都不带我玩。我们这个规则是双向奔赴，不是双向逃跑，好不好？各嫌弃各的。来，陈老板，以我的经验呢，我已经大概猜到谁是卧底了。哦，还用猜吗？肯定是你。我？对。就是，哎，极有可能，哇，极有可能是他。这个怎么墙头草呢？所以跟着我的话，肯定能撑到最后。就是卧底跟着你，肯定能赢。你是不是卧底？我跟你说，我是什么身份啊？今天谁怀疑别人的时候，可能都会先怀疑到我嘛。就是你是卧底的搭档呗，另外一个卧底呗，就是卧底，是这意思吗？翻过来是这意思吗？我就帮他们打掩护的呀。大家都在怀疑我，都在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的时候，那个卧底就逃之夭夭了，就赢了呀。不是，我们没有戴有色眼镜看你，我们戴的有色眼镜看俊辰，你是我们心中默认的，都没带看你的，就默认了。那我们何老板先来，好不好？我先来，好不好？嘿嘿嘿嘿，你比嗓子不行，腿应该还可以吧？加油，我看好你哦。好，来准备，我们第一轮开始。开始。哎，那两边怎么你俩动都不动吗？我们去了又没戏。这个凳子走路是不是还是有点困难的？好困难，这个不够滑呀，我发现。好，核对。有这样的。这个不够滑呀，我发现。好，我们排好顺序，排好顺序。有这样的，他还不要他来，你看看怎么回事？我觉得比比有问题。比比是什么？你必须解释一下你这样做的理由。为了让我过来是吗？停一下，比比，你为什么出来了又不争，
然后你不但自己不争，你还拖微微。就是就是他，我说不了话，别人也别想说。哇、就是哦，这是卧底的声音啊！为了大家玩得开心。但是我现在就是想听你多说两句话。多说两句话，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不，等会儿还得答题呢。对对对，过来，好，好。来，何老板的第一个问题是，何队你好 ，OK， 杨迪。给你出的题目是，请给场上五个人进行颜值排序，其中必须包括你和我。啊、颜值排序啊，我第一。好。然后何老师排第二，何队长排第二。好，快，最后一名，我想想啊。好，行了。你的表现我很满意，回去吧、哎。反正这个是从我外甥女儿的角度来看的啊，哦、是吗？对，真的吗？这么真实吗？好，我们第二位，何老板你好，你的身份我非常看好，你一定是个好人。谢谢何老板。好，你走吧。太荣幸了。何队长会不会太有？好，下面薇薇来了啊，我非常想要吸纳你进我的队伍。嗯，因为我是个好人。我知道。好，回去吧。好。偏向性太强了吧？好，来，比比姐，请为我清唱一段《Lonely You》，清唱一段《Lonely You》。我就知道。各位亲爱的朋友，这是只有我们《你好星期六》才有的，叫做这个师生版哑，这个哑版清唱，好不好？你有我啊，呼。太低了，好像那种唱了一个通宵的人。可以，好，好，我已经心里有数了，已经心里有数了，是吗？好了，那接下来请我们的陈老板，来，陈老板有没有心仪的人选？就目前看这个面相，我就想，收留一下卧底的，收留，对，可以保住他们。哦。哦，已经准备好了，还没开始呢，没开始。你们两个太明显了。我没开始啊。准备了啊。好，准备好了。来，三、二、一。哦，对，反向蹬快。哦，对，反向用脚蹬更快。哦，对，反向蹬快。真不想去啊。为什么就没有人想过来我这队了？不是，你不自己说要收留卧底吗？我们都好人，我们。伟霆哥，你想收留卧底，你的心思你自己理解，但他们不想跟卧底一对，我们还不想收留你呢。不是，你们不懂，真的，但凡是卧底，真不敢出来。我跟你说，对，你们要想清楚，你们跟他们一对的时候，我最后把他们踢走，不能保住你们呀。把他们踢走，你把我当成棋子啊？小东，回来，大哥。卧底都得罪了，那我还要问问题吗？要！我有一种感觉，伟霆哥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我问你啊，你觉得自己是卧底吗？我觉得我……不要骗我呀！我觉得我不是，我觉得我不是。好，我觉得我不是。OK， 这什么叫我觉得我不是？就是他一定要不停的。说服自己，给催眠自己，我不是，对，然后耳朵又红了。说完之后耳朵又红了。来，棋子儿往前走两步。棋子儿，我给你下过来。你要问我同样的问题。给你五秒钟时间，说出你觉得你比我优胜的五个点。我说不出来。哇！我说不出来，伟霆哥很满意的样子。我是，可以啊，行不行？可以，就你吧。好，可以。来，请我们伟霆哥回到位置上。什么？这么仓促？我跟你说，我的要求很低，我是什么身份无所谓，带我玩就行。对，可以。你凳子不拿回去？凳子都不要。哦，就已经决定不再划过来了，对不对？对。这来，海队腰板直来了。海队行了吗？行了，来吧。我的行了。哇，好期待啊！海队现在有没有心仪的人选？我现在有啊。谁？我想选大哥。啊？
我觉得今天应该不是你。那我也不是。你就是你。我问你了吗？我跟你聊天了吗？不用你回答我。紧张了，紧张了。我觉得俊成从头到尾没有一个肯定的反驳。是。你看前面说的是我觉得我不是。然后这会儿说大哥不是，就说那我也不是。就绑定了呗。好，来，那我们到海队的这边来准备，开始。哎呦，哇，海队的人很多，这边。哦，真的吗？哎呦，哎呦，哇，好感动。哇，我没想那么多问题。好像有一位朋友被牵制住了。开始。哎呦，哎呦，哎呦。啊？为什么？哎呦。哎呦，为什么？哎呦，哎呦，哎呦，慢点！苦肉计，他忙着牵制迪哥，把自己给牵制。你牵制我的时候也要照顾好自己啊！我先走一步。来来来来来，继续。卧底已经到了，卧底到了。没事。好，排好队，排好队。来来来，雪琴，就你这个卖力气这劲儿，我投你一票，真的。好，来上中上中。你干啥来了？你干啥来了？我要承认一下，我不是卧底。那你说出五个理由让我觉得你不是卧底。耳朵又红了。走了。我们今天玩的才辛苦，还要假装没察觉他们，这是最辛苦的。好，来，比比姐，不要问字儿太多的题目啊。不是。他今天就想跟我吵架。我今天听了他说话，我就想好想跟你聊会儿天儿。聊点啥吧。我想听一下你的成长经历。哎呀，不为难，你说出三个想来我队的理由就可以。一起，今天玩开心了就行。你在我队，我会很开心的，我会很开心的。然后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杨迪想来过来抢你当队长。怎么可能？海队行了吗？行了，来吧。这个我要冲一下了，因为感觉去他那儿能当上队长。哇，想坐这个位置了，我刚坐上来。哎，没有。没有，我帮你赢。行。今天行。再聊会儿，不用吧，不用。我有一种感觉，我比比聊到最后会开嗓的，这嗓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录了一期节目，好，比刚才亮很多了，现在是真的。等会儿歌曲重录一下，有声了，哎，有声了，有声了。秦队长，海队长，迪哥哈，迪哥，我是来帮你的，队长。我来到你的队里，我就觉得能帮到你，因为。两个队长，一个有体力，一个有智力，剩下的就是你拥有的东西。剩下啥？你说说呗。剩下啥？总能找到嘛。智力。我来这儿，我的优点就是可以帮助我们队获胜，然后我们争取当一个捷径队，一个我，一个比比，我觉得这样可以了，好不好？而且在你这儿，我可以拥有权力，我可以拥有权力。海队，他说你说不上话，他想当副队长。一个说不上话的队长，一个不说话的队员，我给。快回去吧，快回去吧。来，我们微微，听我都害怕。别怕，听我害怕。我就来看看。就来看看。过来看看我。来探视一下。哎，咱们最起码你让我，我先走了。哎，你去一趟也不容易啊，回来，我们雪琴姐来一趟才不容易呢。我很坎坷的。雪琴，我就喜欢你，我就喜欢你。哎呦这，我都定了，你就把鞋带系上就行。我鞋带。你摔开了，已经可以了。我对他没有问题，这就是问题，完事了。我同意了。好，请我们海队回到位置上。现在就到了很关键的时候了，请将你们心仪的两位队员写在这个题板上。我这颗棋子很好用的。
好，现在队长已经写好了，对不对？来，我们准备亮题板啊！来，三、二、一，请亮题板。哇、哦、哇、哦！我们的这个俊辰和雪晴姐都拿到了两票。哇哦！你是不是也没人要？有人要吗？我说一下我的选择。好，我选了俊辰和雪晴。我的考虑是这样的，我需要有一个在体力上有优势的，一个脑力在有优势的，对。哦。那我觉得俊辰呢，今天大概率他捣乱不到我会输。嗯嗯，我就是有这个自信。确实。卧底在里面使反劲儿，我都觉得我输不了。嗯。好，那陈老板的选择应该就是。其实差不多。如果把他们两个大家认为是卧底的放在一队里面呢，我觉得这个对比会很大。嗯，就是在我跟他们合作的过程当中，我能看清楚他们是不是卧底，然后还可以收集线索，对不对？对。嗯。海队呢？我选雪晴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里边，我这个队非常需要有脑子的人在。这个选比是因为。我想把你今天嗓子治好，多聊天啊！我想跟你多聊天，我真的好害怕他今天最后的时候，我的嗓子其实没坏。哇，好大一步棋啊！这一步棋就下得非常厉害。其实我是会长。有点好了，真的假的？好了，他好了，一进你们队就治好了，好得太快了，感觉。好，首先要让我们这个比比姐和我们这个剑刺大哥先进到你们各自的队长队伍里面。好的，接下来请我们这个雪晴和俊辰做出你们的选择。我呀、啊、嗯，要不我去那个何老师的队伍吧。哦，为什么？因为两个卧底在同一队，他们任务就失败了，一看就知道了、哦、还是这个逻辑、啊、没有了。我知道。来，好，那俊辰也拿一条橙色的丝巾。那雪晴姐呢？那我你怎么笑那么开心？好难哦，我感觉我到这边必输。哎，这个说不出来话，这个说不出来话。我觉得我们这个海队这边需要一个发言人，从各个层面上来说，我选那个海队吧。哦，好，那目前呢是我们海队的队伍呢已经齐了，接下来呢，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好人牌太明显了，真的是。好，陈老板先选，杨迪吧。杨迪吧，哎，好，迪哥，谢谢陈老板，刚刚说的话不要听进去。我选微微。好，来拿一下你们队伍的丝巾。来，每队派出一个人进行我们的这个拇指对对碰。那行，我们三个队长来，行，来吧，来，先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喊。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伟霆哥先喊。Okay, 对，好，来，往下，一二三，往下，一二三，两秒三，两秒三，中，哇、哦，这么厉害，赢了呀！你们两个卧底，我有线索了。这个时候我不想收回来，哎，真的，这个游戏只能队长玩，不然这个游戏表现不好都带卧底样子，对不对？对。好，恭喜我们伟霆哥获得了胜利，厉害，可以获得我们一条线索，来，好厉害，这是你的一封密信，一定要悄悄的打开啊。我们队的，千万不要给队员看到。哎呀，好想知道。哦，怎么了？看到了吗？好，已经确定了，是不是？这么快就看完了？好的，现在你来决定要不要更换你的队友。就是等一下玩游戏，如果我还赢的话，我能不能更换队友？当然呀、啊，当然，只要赢游戏获得线索就可以更换。
对，赢的人就可以换。我不换。不换吗？嗯，不换。确定不换？确定不换。好的，那么伟霆哥决定不换队友。嗯，我懂了。伟霆哥玩得很险哦。接下来的比拼呢，就是要考验一下各位对热门资讯的掌握程度了。比赛规则是这样，三队呢进行答题比拼。亲爱的，热爱的。答题错误呢，负责抽水球的成员呢就要抽出一根阻止气球掉落的木棍。肯定会掉了啊！痛快点，痛快点。我们第一个类型的题目是填空抢答题，这个题目其实就是跟大家的阅片量有关。哇，感觉有点难。怎么办？咱们仨，我阅片量真的不行。我近视眼。哎，一会儿答题多担待啊！影视题可以吗？他可不可以？他卧底。哎呀，我再相信你一次。如果他题不会太夸张的话，我基本上可以。我就看你们表现了。哦，再看看谁是卧底了。好，我们三个阅片量一个比一个少。稍微有一个阅片量还可以的，眼神不好，近视眼，反正微微要知道，你们把手举起来就行。好，好吧。好，可以捡漏的。OK， 随时举手啊，举手要多打。嗯，对，来，第一题请看大屏幕。三，哎，没用啊，现在没用，要等我说请抢答。来，三二一，请抢答。第一组，黄队来。《武林外传》，白展堂。啊！回答正确。好，黄队积一分。哼。因为我们黄队回答正确了，然后我们蓝队和红队要各抽一根棍儿。来，蓝队。一定要小心啊！哇，来了！快痛痛快点，痛快点！哇，好，可以，雪球没有掉下来。好，来红队。好重啊，这个雪球它。哦，好，也没有掉下来。来，第二题。请看大屏幕。啥这是？三看不清了。二一，请抢答。一，请抢答。好，来，黄队。最好的舞台，陈伟霆。回答正确。我们最好的舞台，大幕拉开。队长，怎么样？努力吧，我们。努力啊。对呀。奇怪，太努力了，你们。什么奇怪？你在说什么？来，我们其他两队接受惩罚。哦，可以，还是没有掉下来。君臣，你这看不见太费劲了，我来吧，你去抽。对，感觉后面几个很危险了。你要换吗？你相信我。对，不换人。我相信你。相信我。我不换，我让他们一直玩。因为我们队长下来可能就差不多了。来，下一题请看大屏幕。三二一，请抢答。来，红队。三熊出没。好，熊二熊大，熊大熊二都可以。来，我们一人只能说一个，确定一个。熊大熊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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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几熊二熊二，回答回答错误，请继续抢答。来，黄队。熊出没，熊大。回答正确。为什么？这都可以。为什么写的是熊大？为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是熊大呀？
就是要猜导演的心思。我们其他两队接受惩罚，这回要掉了啊！这回真的要来了，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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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发不出来呀！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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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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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来俊臣，哦，他要掉了。不止好像啊，等一等，就我们就我们这一组是湿的吧，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净啊？郭俊臣，你真的把卧底的工作做得淋漓尽致，不光不答题。好，来下一题，请看大屏幕。啊！这，三、二、一，请抢答，请抢答。来，黄队，《熊出没》，熊大，回答错误，请继续抢答。来，蓝队，《满江红》，张大，回答正确。啊！满江红啊，这。这厉害呀，这鹏哥，我必须能答上。何老师对不起。差不多了，哎，差不多了，微微咱们差不多了，真的来啊，低头低好头，你这个带上，对，是为什么会漏到你？来啊，来了，三二一，二一，二一，这一把还行，我们俩参加的是另外一个游戏。俊臣，那边的大屏幕也看不着吗？看不到，因为卧底可以选择自己看得着还是看不着。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我不是卧底啊，还这还能狡辩呢？这么苍白，这么苍白还说，我真不是卧底。那你要不是，你就更可恨。为什么你不是你还不好好玩？还我看不清。现在各队都有自己怀疑的对象了，是不是？我们这一队是领先的吧？对，领先了。如果我赢了，我还可以有换人的权利了。是的，没错。OK 了，我明白了。我们要赢还是输？如果万一我有卧底，我又可以把他换了。好的，那我们继续好不好？好，来来，请看大屏幕。这什么？十五，十五，对，十五，什么片子都拍了十五部了，是不是张一山的那个《乡村爱情》？哎，等会儿，来，红队，请抢答，《乡村爱情》，象牙山，回答正确。朋友们，当我们绝对落后的时候，俊臣就开始发力了。何老师现在已经极度怀疑俊臣了。我这一下更无语，连做准备工作。你不但无语了，你还淋雨了。我还淋雨。我爽了，何老师。这边也跑不了，这边肯定能掉。哇，这都没掉。两个。这都没掉，假的！你不是卧底，信不信我？你不是卧底。我们队现在很纯净。经过刚才的那一轮，大家有没有怀疑对象？哼，没有人怀疑我，没有人怀疑你不是卧底，要么就看不清。要么就答不上，
我觉得刚才薇薇的表现非常好，薇薇应该是一个非常纯净的身份。然后别的队我刚才也是有些目瞪口呆，我觉得这一轮卧底有点急了，表现非常现行。伟霆哥呢？我是知道我这个队有没有卧底的人。是的，刚才的表现我还找不到谁，还找不到是谁。本来我以为那个人是，但结果我现在怀疑另外一个人。你不把话说清楚，我没有说我这一队的人啊，就是我未必有卧底啊，但是我还要观察一下。海队呢？别看我是队长，但是我都听他的话。方便，我觉得他说的对，你知道吧？从答题方面来讲呢，也是他，我相信他。我们现在一致认为他的身份不错，好。对，对吧？行，就是他，卧得很踏实，这就精彩了。人均一对一个卧底，多了一个卧底。接下来这个题型大家都非常熟悉，叫你来我往。三队呢轮流作答，根据问题，每队每人只能说一个字来回答问题。回答错误呢，跟刚刚一样，直接抽掉一根棍。完了，他可以搅过。好，那这一轮呢，你们要决定谁来抽这个棍棍，然后谁来坐在下面答题。你来抽，我去抽啊。你们答一会儿。队长，如果答的还不如你被我们这些怀疑的人的话，你就上来啊。好。你抽吧，我。先我抽吧。对，我让薇薇抽一下，我再观察一下俊辰。好，来吧，朋友。来吧，加油啊！加油！我再看你两把。对。我再看你两把。再观察一下的。别观察我了。两把的机会啊！你要直接承认了，你就不用临。对，你要直接承认了，你就不用临。他想承认。明明不会骗人，是不是？好，这一轮的黄队先来。好，请听题。冷静啊！请说出三个字的影视剧名。三个。开始。无间道。无间道。三。人世间。人世间。人世间。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这两个人拿来干嘛？脑袋里面是空的吗？三个题全是我答的，这不能算对吧？实话实说，迪哥，你那红楼梦声音太大了，这俩听力又不好，我腹语都快练成了。是这样的，我从那边就看，我们所有的抽杆的人都是站得笔直在那边。我说迪哥怎么是这样的？他这样也抽不着杆啊。你有什么资格怀疑我们是卧底？我们都是来帮你的。说的也有道理，我都不想把你们换了。我觉得这个得抽一根儿。要抽，我们太过分了。你抽，你抽，你抽。哎，我们过了吧，过了吧。过了。迪哥很生气，过分了，有点。不是过了，是过分了。你们这次放的有点狠啊。最上面那根最安全。就这根了。对，迪哥，我要你就抽最下面那根。我怎么觉得要勒爆呢？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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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勇敢的抽，它有点摩擦力。哦，滑下来了，滑下来了。好，好，安全。哦，可以可以，拿了拿了，漂亮。接下来是我们的蓝队，认真一点，卧底。怎么了，海队？啊，我是没有认真看一下我的队友。好，来，蓝队，请听题。加油啊！加油！就看你表现了哦。你一定是好人吧？请说出三个最爱用假发片的三字一人。周笔。好，一个。李。你连我的三王二一，回答错误。王谁？刚才最后王谁？王谁不行啊？你王谁不行、啊？你最起码你演演我们，演一演，是不是？我这么好骗的人，一个人你都不骗我。
我怎么知道谁有假发片？你管他有没有呢？你说出来，我们也不会打电话去问他。这道题相当于说说出三个人名，三个字的人名。对，真的送分。我其实王我无所谓，李他看着我都不往出说。这个有点演过了，有点演过了。真正的卧底在那儿呀。来，两人队接受惩罚。来吧。哎呦！哎，哦 ，OK， 还是很安全的。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好吗？再给俊辰一次机会是吗？再给俊辰一次机会啊！你们还给机会呢？我这都不想给了。我已经不想给你机会了，真的。不是因为现在卧底名额有点超。哇！啊！哇！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落落的眼泪刚翻于浑身。没戴帽子啊？没戴帽子的时候。来起来抖一抖，起来抖一抖。咋回事啊？不是因为现在卧底名额有点超。哇！现在卧底名额有点超。哇！哇！海队，你这有点搞针对了吧，海队？你刚才在晃这个杆儿是不是这样子？就这么一个得力助手，你还给他淋了？你别动！让我来，让我来。刚不是抽了一根吗？哎，哎呦，我的心呐！队长，我在这个中心日月可见吧？是不是得用假发片了？我也要当卧底了，现在开始。我们俩一起干。你也没有什么好的，你拽吧。我在这个队太孤单了。气得分分的。好，我们红队来，泽林抓个容易点的题目，我们主要是为了验卧底，为了验卧底。好，验卧底是吗？对，请听题，请说出三个名字是 A B B 结构的艺人。高，高，伟，伟，哦，那只能是伟了呀。哇哦！高圆，你刚说的高吗？高啊，圆。三二方李一，回答错误。这也太牛了吧！不是的，不是的 ，A B B，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不是的，不是。你觉不觉得卧底在外面？对啊，应该不是他，他叫 A B B 你不知道吗 ？A B， 我刚刚跟他说高，他给我来个伟，我就说那伟吧，因为没准就有一个艺人叫高伟伟吧，对吧？然后完了之后，我又接着说高，圆方，你知不知道什么是 A B B？ 你也不演了，我知道，我太过了吧。我是你是卧底，我是听题听错了。哇，你听成什么了呢 ？A B C， 说出三个 A B C 的女艺人。那请问这道题有必要出吗？你在挑战星期六节目组吗？你是？对不起，何必呢 ？A B C 呢？我说，给我个这么简单的题，我是不是要答对？何老师要我忍不了。我希望他是卧底。忍不了吧？我忍不了，忍不了吧？是。你就直接说吧，我真的非常难过，要跟你一起挨淋，我又做错了什么？来，微微，我估计俊辰应该是砸手里了，怎么都不会换不出去了。这个俊辰呢，今天大概率他捣乱不到，我会输。卧底在里面使反劲儿，我都觉得我输不了。嗯，我输不了，我输不了。何老师的表情好无辜。你给我上去，你给我上去，你被剥夺了答题权。再给我次机会，不要，给我次机会，再给我次机会，我可以的。来来来，我可以的。那我上去，我不陪你。我生气。好，我们现在红队换人，我们何老板上来了。
接下来是最后一轮，好不好？你没有自觉的要没有没有。没事，反正他也不帮你了。哎呀，比比不但成功的当了卧底，还发展了一个下线。我们最后一轮都拒绝答题。咱俩就。来最后一轮，加油！好，接下来还是我们的黄队，好不好？请听题，请说出三个陈伟霆合作过的三字女艺人。赵丽颖、邓紫棋。邓紫棋，对对。最后一个，刘。三二。刘诗诗。好，回答正确。大哥的心都快掉到地上去了。好，到我们的蓝队，蓝队请听题，请说出三个普通话说得好的三字香港艺人。哎呦，曾伟霆、邓紫棋。给我说出来一个来。就一个人的。就一个。哎，周笔畅，你说一个出来。零二林一，你是谁？回答，你说谁？错，林忆莲呐。林什么？零，对，林谁嘛？你想说的人是谁呀、啊？林谁？林，你说谁呀、啊？你先说的。你起的头啊？你起的头，我就。刘德华这么难吗？起头的人心里必须有答案才能起头，不是说要给我起一个呀？说个林就不管你了。你这个老林是谁？你给我说说你那个林。林谁？忆莲。谁？啥？忆莲，忆莲。哦，林忆莲，林忆莲。你是要林忆莲是吗？来吧，来吧，来林他们一脸，来林忆莲，准备林忆莲。来吧，海队。应该不会掉。漂亮，哎，好，非常安全。最后一道题，我这回要好好听题，真的。我俊辰加油啊！反正我们现在的大比分落后啊，你加油啊！你好歹是尊严之战，好不好？红队，请听题，请说出三个演过校园剧的三字男艺人。郭、俊、陈、王、贺、弟。好，两个，还剩一个，三、二。你都一，李一，谁？啥？李一，你不李不是李？回答错误。你们想说的是谁？你想说谁？李一桐，他演过校园剧。校园剧。男艺人。你还生气？你还生气了？啊？男艺人，你以为说女艺人？三个字的演过校园戏的艺人。男艺人。男艺人。我说的是男艺人。真的很清楚。请说出三个演过校园剧的三字男艺人。男艺人，演过校园戏的艺人。我这回要好好听题，真的，我好好听题。我知道你耳朵为啥耳朵红，你是个听力。哎呀，眼神也不好，耳朵也不好。如果他是卧底的话，他戏太好了。真的，我真不是卧底。来吧，坐回来吧，坐回来吧。我争取抽一个不垮的啊，好像没有哎，这个吧，这个会掉一个，哎呦，这个好刺激，哇。他们为什么抽两根啊？恨吧，单纯的恨。没有，我只抽了一根。你只抽了一根啊？对，但那根滑出去了，他从那边滑出去了。哦，那就是天意啊。哎，那么经过两轮的比拼呢，我们目前的比分是，恭喜我们的陈老板获得本轮的第一名。换一个干净的人进来，就把李雪琴换过来。我觉得你是我的，真的不是我，把李雪琴换过来，把她换走。我觉得你是我，我答题答得那么认真，我给你出谋划策，你把我换走，她，哼，你看她都不敢。
我不使劲儿，我难道不使劲儿？他们不会还不换，然后最后一轮再赢，然后对对，有可能哦。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冒这个险。我觉得他们该换了。哇，我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什么麻烦？说实话，嗯，我这边有卧底，有卧底。他们队有卧底。我现在不确认是谁，因为我之前跟他在一个节目上面玩过这个游戏。往事不要再说了，输了惨惨的我。我觉得他的戏太好了，上一次也是这样的。只要有卧底的。然后他刚才一直在我旁边，把血型换过来，把血型换过来。啊、因为血型不是卧底啊。我知道了，你把俊成换过去。你把俊成换过去，你争取让两个卧底。在你这一队，全部在你队，牺牲自己保全大家，至少这卧底也不会获胜。我真不是，你相信我，你把雪晴换过来。谭剑刺这次又是卧底，不用说，我玩不过迪哥这方面，真的。来这招，我给你们每人一分钟辩解一下，好不好？你先说。好，来，你是不是卧底？我不是卧底。啊、为什么了？我玩不过迪哥，迪哥一定会把我换走的。你觉得他是卧底吗？肯定是他，如果有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啊。那你不是，为什么肯定是他是我、啊、因为你抽到卡了呀。嗯，有道理哦。他思路好清晰啊。在这个节目如果要安排卧底，有一个人选他一定会入选，他就是谭剑刺。为什么不是你呢？因为你没看前面的内容，所以一定是他。然后今天应该是他最后一次担任这个身份，给他血耻的机会，好像他又失败了。等一下，等一下，一会儿还有没有？我答题答成那样，我怎么可能是卧底？伟霆哥，我建议你把比比换过去。比比肯定不是卧底。对。对呀、啊，那你把他换过去不正好吗？对呀、啊。对，我又换谁啊？换啊、哦，对啊、哦，换大哥啊。换他呀。你过去一下。好，我们陈老板选择更换队友。对不起。你真行啊你。想跟我斗。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这是一种表演。这是表演。你话不要那么多。我有的时候喜欢把。哎呦，在那里。我这。哎呀，我喜欢把好人演成坏人，其实是好人。想跟我斗。哎，我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哎，我真的太难了。比比过来吧。伟霆哥选择比比姐。对，我们万一能赢了 ，OK 了，你肯定不是。哎呀，好六聚齐了。管你是不是卧底，你是怎么办？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你们交换丝带。好的，那么现在队员的更换呢已经完成了，我们继续进入最后一轮的比拼。拼了。好的，本轮环节的规则呢是这样，九名嘉宾呢需要争抢八个凳子，每轮互动中一名嘉宾将在麦克风前进行答题，其他人坐在凳子上等候，当答题人给出答案后啊，所有符合答案的嘉宾都需要跑去抢这个毛绒玩具，并且返回座位落座，最终抢到凳子的嘉宾得分。而且你要抢深色的这个椅子，因为这个椅子加两分。那咱们要想好什么是我们三个有的别人没有的。好，现在我们第一位先请比比姐出题，准备好。请问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结账时会和朋友抢单？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结账时会和朋友抢单？没有穿长靴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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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成他是没有找到娃娃，娃娃都没了。他一过去的时候摆了一个特别成龙大哥的。我不仅找到了娃，我还挨了一拳。谁打的我？
刚刚谁给我抡了我一拳，你知道吗？都打懵了。但是比比姐这个题出的真的非常好，非常棒。除了他自己以外，所有人都是，因为他并不想要保护他自己对的人呢、啊。没有，我看了魏婷啊，啊，他这是靴子，他不叫长靴吧？哦、长靴嘛，那是短靴嘛。我微微跟迪哥两个人抢了这把椅子。居然能把迪哥给拱出去，谦让，单纯是谦让。然后刚才特别对不起，因为我就想保护一下薇薇，就是我在他把迪哥拱出去的同时，我还推了迪哥一把。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俊臣这么年轻力壮，却能够沦于最后？你还说你不是卧底？你输，你能输？你哎呦，真的，你身份真的是。不，其实我是为了可以一会儿能够发言。哦，出题，对对对，能够出题，漂亮漂亮，好。来，俊臣出题是吧？好，来，我们先把所有的娃娃放回来。哎，不行，刚刚放那个不算。我们要坐回原来的位置，要坐回原来的位置。哦、对不起，对不起，就是你刚刚坐哪就坐哪，这个我们不能赖的。好，来，俊臣，好，请听题，请问你认为什么样的人喜欢在朋友圈里晒自拍？除了。橙色这个丝巾的人，除了橙色丝巾的人，哎呀，哎，哎呀，哎呀，哎呀，哇哇哇！快坐坐坐，小姐小姐，哇，小姐，快坐坐坐，小姐小姐。还有一个位置，快快快快快，还有一个位置，快快快，快快快快，还有一个位置。这怎么还有一个人呢？而且那个人居然是郭俊臣自己。喂，你在干什么？他在完成他的工作。比比姐刚跑的，这都绝望了。我跟他说那里还有一个位置。这为什么都没抢到？来，请说一下，为什么？怎么回事？报告，请问可以剥夺他答题的出下一道题的权利吗？好。那你觉得你同队，你想请一位谁来代替你，好不好？何老师吧，何老师，何老师是吗？好，何老师，那你跟何老师换一下。好，来吧。好，接下来这道题，很关键了。请问何老师，你认为什么样的人会定期做医美？嗯。衣服上。没有盘扣的人，盘扣，盘扣，盘扣，快快快快快！哇哦，这个厉害，哇哦，这个厉害。啥是盘扣？盘扣我有没有？哎，啥？你没有，你没有，我有，我有。哎，你不能换位置。为啥不能？我等一下，等一下，他不能换位置，对不对？不动屁股不能换位置。对。那有啥意思啊？那有啥？那我没动，给我整出去了，对吧？你没听懂规则，我衣服上有盘扣。你衣服有盘扣，你就不用动。你想要换位置，我想换凳子吗？你除非你去拿娃娃，你就可以换。对，但是你不符合这个，不符合这个条件，就不用站起来去拿娃娃，不用站起来去拿娃娃，你就不能动。没动的人还给弄出去了。朋友们，这个游戏的最后就是看谁能够彻底的读懂规则。我还以为我老聪明了，对不对？我唰我就过去了，就哎。好，准备。请问雪晴姐，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笑点最低？没有穿西装外套的人。雪晴，不动不动不动。没有。穿西装外套的人，哎呦！这是，哎，等一下，这个犯规了，这个太犯规了。他没有娃娃。伟霆哥，你是要他准备去抢，但是他又不想让别人坐，你知道吧？我以为自己穿了西装外套。我看了一下是皮衣，你穿了一个西装领的皮外套。朋友们，朋友们，我微微特别像坐在了，粘在了这把椅子。你没动过哈？没有，我动过，我刚刚出去拿了。不是他动过，但是他每次都能抢到这个位置。
开心了吗？坐了这个椅子。我看到雪莹姐，哇，直接冲过去，奔着那个椅子坐下了。来问问题，可以了。伟林哥，我们在这说。来，在这说。好，来，准备。请问伟霆哥，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最爱迟到？四个人都中途迟到，四个人都中途迟到，四个人都中途迟到。什么东西啊？四个人就迟到。我刚刚在那边真的没有听清楚，他说四个人都迟到，后来他又改回来了。没有，你知道吗？我想了很久，我说，那难道第五个人就不行了吗？四个人都迟到。哎，郭俊辰没有很完整的到达位置，他的鞋没在，不够完整。不是我鞋大。好吧，好了，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题，请问何老师，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最不好相处？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最不好相处？穿了裤子的人，穿了裤子的人。我的个妈呀！快回去，快回去！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俊辰这么年轻力壮，却能够沦于最后？我不是卧底，我不是卧底。哎，又是郭俊辰。刚才迪哥，我刚让我拿迪哥。对呀、啊，我坏不坏？我一看桌上啥都没有了。他在完成他的工作。哎呀。算一算吧，算一算吧，我抢到了一个深色的。好的，要恭喜我们的何老师队，第二名是海队长队。现在伟霆哥那边呢，有一点点被动，因为作为第三名，他们只能接受被换人的命运。是的，根据刚刚的积分名次呢，第一名和第二名的队伍都将获得本队的卧底线索，是否进行换人，由第二名从第三名当中进行一人交换。第二名交换完之后呢，第一名可以从第二名或者是第三名中最多换两个人过来。懂。那首先是我们的第二名，来，海队长，你先分析一下，你的队伍里面，你问谁呢？海队长。海队长。问我军师，你知道吗？我的，这问题问的，我的军师，那个副队长。哎，我这没有什么可分析的吧，就是看一下我们的线索嘛，有就大哥，没有就没有，可以看线索。好 ，OK， 来何老板，我其实肯定是赢了嘛，我非常有把握，因为我只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底下有没有卧底，因为我确保微微的身份，俊辰的身份在我这其实也做好，他应该就是不想让别人把他换走，因为我们队的起始的身份是好的。明白。那现在呢，我非常遗憾，就是伟霆哥今天肯定是要接受惩罚了。怎么都有你了，好像怎么都有你。不一定吧，不一定，没有，有可能他是卧底呢，我是有可能他也是卧底呢，你们可能选错人。你肯定是要受惩罚，因为至少有一队要受惩罚。对，那一队就肯定有你。好，那现在我们给两队先递我们的线索卡。啊，刺激。好，首先要给出的是我们第二名的线索卡，来，海队长。好，海队长，跟你想的一样吗？我想的不太一样。哦，他觉得有，结果没有。我们觉得有，但是告诉我没有。所以你不换人？那两个卧底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啊，所以你不换人，就在伟霆哥他们队吧。
所以您的选择是换人还是不换人？换人还是不换人？有，有。我们队长这点策略呀。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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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我懂了，他想让我，他想说他没有，所以他不换。我跟你说，如果你们队有的话，那他们队肯定也有。嗯。那你们队没有？没有。那我们就是换一个过来，就是把卧底换在一起。你看了吗，何老师？你那边我没看，但我相信没有。你相信没有？你们先从第三队换。真的不是我这次。何老师在站。不是我，你仔细分析一下。我刚抢凳子那些，我何必呢？不然的话，你想想。你想，如果我是卧底的话，我是迪哥的话，我知道大哥是卧底，我一定把大哥换出去，因为我俩不能在一队。那不能在一队里。想赢就换我吧。感觉像大哥和比比。我也觉得。纯好人。好，海队长，你的选择是。我们把比比再换回来。好，用谁？对不起了，大哥。我不要。换我。换我。伟霆哥，你没有选择权，你不可以不要。那我呢？真的是我。我等于没有来过，刚才是各自为战。要把我换回去。真的，你确定一下？给你再最后一次。想清楚。想一想。想清楚我在我们队的表现，想清楚我的。所谓的一切，我怎么可能分到卧底在我身上？对，你跟大哥在一队里。对啊，所以你必须要赢，因为你要赢的表现是对的，因为你只有赢才能把大哥换出去，不然你俩在一队，你俩就赢不 了。不是，他是坏身份。你为什么知道他是坏身份？他是坏身份，你们把他换过来干什么？所以你们要把我换过去啊，把我换过去，把台电次换过来啊，你把他换回去，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你也没办法确定，因为我能确定我的身份，把我换过去，把他换过来。真行。对啊，大哥，你想说什么吗？你对于你，我们现在怀疑你是卧底，你想把我换到哪儿都行。你决定吧，队长，你决定吧。比比来，比比交换我们的大哥，对吗？初始缘分，好的，好不好？回到了原点。接下来要发出的是我们第一组的线索。有这么多卧底吗？有吧，小田儿。好的，何老师看完密信之后，跟刚刚的表情有一些不一样。小田，最多可以换两个人，估计可能真的有三个卧底。三个卧底太难了，三个卧底不能。我拿俊辰换。要想好了，要想好了，可得想好了。你有什么可说的？你现在你今天表现确实不太优质，只能换他了。我觉得现在最安全的是换雪琴，其实对不对？我比较安全一点，但我有一个更安全的方法，我拿俊辰换微微，拿微微换俊辰。Yeah! 好，所以他们是纯净的。对呀。我是不是猜中了你的玩法？对对，因为我后面觉得他太差了。他们队是干净的，又输了，咋的啦？你怎么了？他俩绝对他俩。若你是我真的失去了信心。哎呀，上次被他坑了太惨了，在一个节目里骗了一天，被他骗了一天。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验证区域。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最激动人心的揭晓时刻，到底谁可以获得我们好六门的金银权呢？让我们拭目以待。验证流程是这样，现在大家都已经站好了，一会儿我数三二一之后呢，我们三队一起跳下去。如果跳到的是实木箱子上呢，就说明可以加入我们好六门；如果跳到的是空箱子呢，就说明任务失败了。好，准备好了吗？来。为什么要在中间啊？肯定掉下去，因为来吧，三二一，跳跳跳
了铲铲呢，我。太棒了，一直是我。我没有想到节目组会没完没了的玩大哥，我太难了。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啊，我太难了。我万万没想到最后一把赢还能验，第二名还能验。最后一把如果你输了的话还好，还有一点。我想输，我特别想输。我发现我输不了啊，因为有我在。我已经跑得够慢了，我回头啊，怎么还有椅子？郭俊辰，你倒是坐呀！你为什么不坐呀？我坐吧。比比和这个俊辰是今天非常优秀的干扰项，其实你们俩真的应该感谢他们两个。对，感谢郭俊辰，感谢比比，你们也不是故意要干扰，就是纯粹自己就真的。但不是说两个卧底在一组的时候，两个卧底也输了吗？对，所以我们才要拼命赢，争取给你有换的机会，把他们换。所以你们也输了。我们输了呀，因为我们你最后又不表现好。伟霆哥，伟霆哥，你输在了起跑线上，你真是很会选人。你选六个人，你把两个卧底都给选走了。我没想到你也真的是卧底吗？你一直用真心来对待我。那咋办呢？没想到你是这样。难道我告诉你吗？只有这样子了，没办法，我对不起你。你又被迪哥给骗了。其实我们今天在场所有的这一切都被我们商会会长关注着。他既然有空关注，他为什么不回来录啊？确实，但是他还是有一段 VCR 要送给我们。有结果要说是吧？请看 VCR。哎呀，又作妖了。什么？任务失败了？你们有没有搞错啊？小谭，你卧底行不行啊？又失败了，能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那么多次啊？你告诉我。还有那小迪，是不是你搭档给你拖后腿了啊？看来我得亲自出马了。哎呦，过两天我会亲自来一趟好流程，你们给我等着。期待。老秦，不错，没想到你现在队长发挥的这么好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好像很棒棒哦。Yeah。这个绝对是提前录的，不然他应该会说雪晴今天表现得真不错，跟老秦没什么关系嘛，对不对？也就是说弟弟录这个 VCR 他录了六个版本，然后还握了每一个版本，就是有没有可能失败和成功的版本。所以他就是他叫了一圈小秦、小迪、小谭，他最后录完了之后他说哇，一看了好几个小时了，说还不如回来录呢。谢谢弟弟，谢谢，感恩。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很多精彩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好六街酷炫升级，欢迎大家来到全新升级的好六街。四方好友齐来贺。我们好的这个生意越做越红火，等我有空回来给大家涨金金哦。我们请来了非常重磅的嘉宾，为好六街剪彩，欢迎王嘉尔、郑恺，欢迎程申、孙怡。你好星期六开街大吉，开业团建欢乐多，共享大脑，谁是你的默契好搭档？太过了，大家不要他，不要，要雪晴跟孙怡。你小时候的外号是爽歪歪，爽歪歪，对，爽歪歪，四千六，爽歪歪。请问嘉尔哥，你的理想型是？漂亮！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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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区舞蹈大乱斗，巅峰对决，火力全开。太狠了，你这玩杂技了，这是。第二轮音乐起。不是这样的，我明明是，怎么到他们那儿是？什么？那一刻就该淘汰。你们一起做，来来。更有男人间的超强胜负欲点燃全场，帅气帅气，粉色攻击，蓝色攻击，粉色攻击，粉色攻击，太吓人了。
有人学坏喽。还玩吗，老秦？玩，4-1也算赢。燃起来了，朋友们！越努力越幸运，每20个好旅游游戏币啊，购买一张彩票。终极大奖究竟花落谁家？3333333333，我只要猜中一个就赢了。1或3。Yes！下周六晚，遇水则发，开业大吉。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那今天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体验，因为场上的局势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没有办法有把握的说我确定知道谁是什么样的身份。我想呢，这也充分的说明了这个选择的重要性。那真的是有勇有谋才能够笑到最后。在这里呢，也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比比的新专辑《一个人的约会》，也欢迎大家带来更多更新的作品来到我们的你好星期六。那以上就是今天你好星期六的全部内容。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你好星期六，你好漂亮，感谢你好漂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下周见喽，下周见喽。我相信你了，以后你选的我能咋办？我本来想去秦霄贤那骗他的，以后不会再选你了。你是怎么做到边玩游戏边能盘逻辑的呢？这事没有我，你真的一败涂地。